1, 2, 3, let's go！ 好，那你这边的概念设计概念是哪里来的？我们在Pinterest 上面找了很多照片，不要太久了，没化妆，找了很多照片。那我们现在就看拍完它的原型，那之后会再拍整个摆设完之后 after 的照片。师傅上漆过一次，但因为成品的颜色实在太像粉墙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又买了油漆重漆过一次。